直奔厦门，就是为了看蔡依林的演唱会。我现在迈着我矫健的步伐赶去登机口，又跟我的姐们干一件疯狂的事情，就是说走就走去看演唱会，去看蔡依林的演唱会。另外一个姐们会比我晚一点点时间到达厦门，我将会在机场等待她的到来，然后一起出发。怎么这么远呢？那要起飞了，要起飞了，要起飞喽！厦门见。好了，我已经到达了厦门，我现在急需化个妆。我觉得沈梦辰她肯定是化好妆的，你看我这个，就赶紧来录个妆，美美的，来个 music。等一下，这个女人也太漂亮了。一整个化妆化嗨了。那天他跟马龙的那个，好适合现在下雨。马龙，他跟马龙，那反正都要气死。我有眉毛啦，我精神啦，啾啾啾，咕噜咕噜咕噜，飘飘飘。他来了啊？他也没有行李啊？没有行李。他太快了，我才刚画了个眉毛，他就到了。好的吧，至少我有眉毛了。卧蚕出来了，又下雨了。这个腮红也太好看了吧！哇哦，画个口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我们就等着沈老师的到来吧。好，变美女了，变美女了，开心了。适合一些 emo 的，看着窗外这种。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，还要多久才嘻嘻。哇，全妆，我就说沈梦辰肯定是带妆，肯定是带妆的。你没有带妆啊？我刚刚你打了底，不屑素颜打了底，素颜就放屁，全身上下最硬的就是这张嘴。我的手一抹，会掉漆吗？我是纯素颜来的，而我这么早起也要打个底，直奔厦门就是为了看蔡依林的演唱会。我一直有一个心愿，想要看蔡依林的演唱会。虽然我本人和蔡依林就是同台一起跳过舞，真的不信你看。让我们来期待一下我们在蔡依林的演唱会的现场，只有两个女人有多疯吗？请看 VCR。 什么玩意儿？这里不能给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，因为还没到，他那个时间轴太长了。转一个，硬转是吗？对。好，我们厦门的第一餐怎么说，开始吃了吗？哦，好漂亮。哦，我的天，真的太漂亮的自己。开始喽！今天我们要化一个防水妆，因为很怕这个厦门啊会下雨。刚刚我们俩刷的同一条抖音，好吓人！好美呀、啊，好乖呀、啊，迫不及待了。什么是印象？我反过去一看，是你在哪吗？我在鼓泡泡吗？因为我们几个里面只有你会嘟嘴，只有你是甜妹。嗯。韩运甜，但是韩运的甜跟你的甜不一样。韩运的甜是这样子，然后你就是那种，然后我是那种，然后李斯是那种，然后肥肥是那种，可不是这样，精神呢？精神，精神是这样，你给你拍我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完美的妆，准备出发。你呀，太毒了，着急。着急，我看不到开场了。Oh my god， 我们终于到了！妈耶！笑死我了，大家都唱得超嗨。我望着你每一眶，印着你脸。
全场大合唱。旁边的哥们儿满满的全是感情。服了这个女人了，居然开始踩点补妆。补完湿粉，补干。完美，他把月亮都唱出来，把乌云唱走了，真的，对，完美。我们竟然参加了毕业典礼。